大衣合集，总共有十件大衣，然后我会从版型跟颜色来给大家做一个分类，然后每件大衣呢我会给大家展示不同的搭配。有一些大衣的价格相对来说会比较高，我会给大家找一些平价的类似款。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吧。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十件大衣就是这些，那我就先从我最喜欢的大衣类型开始说起。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大衣版型是 oversize 款，就是宽松的大衣类型。那这种大衣呢，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版型，因为它首先穿上去对你的身材不会有太多的限制，而且如果选对了尺码的话，在冬天就是你搭配很多内搭，它也不会显得很臃肿。不过普通的 oversize 的大衣的话，如果是单色的，就是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无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也是我今年最喜欢的大衣版型，就是这种拼色。比如说这两种，这种拼色虽然它们的版型比较宽松，但是它们的颜色设计上非常的特别，但是又很和谐，所以你只要里面搭配就是很简单的内搭，整体造型都会看起来很特别很时髦。而且就是在这种拼色的大衣的选择上，我一般建议选择一些饱和度比较低比较和谐的拼色，不要选择过于艳丽的。那这些颜色组合呢都是非常和谐非常经典的，所以也不会存在说啊这个拼色今年流行明年就不流行的这种。那我就先从这一件来跟大家介绍起。那这件大衣呢，它其实从正面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宽松的灰色的大衣，但是呢它的亮点都在背后，是一个就是这种偏橙的黄色和灰色还有白色的一个拼色。黄色呢也不是那种很难驾驭的黄色，灰色看起来又很温和中性，所以这件大衣呢，它即使是个拼色大衣，但是不会过于艳丽，又会有很好看的细节。这件大衣它的材质是100%羊毛的，虽然它看起来并不是很厚，但是保暖性能应该是 OK 的。而且这件大衣它本身是有一个这样灰色的这个毛领的，我比较喜欢就是没有毛领的穿它。我是1.68米，然后这件大衣的长度呢是刚好到小腿肚的一个位置，不会特别长。这件大衣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棕色和藏蓝色的一个拼色，但它相对来说就是少了一些活泼，多了一些沉稳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这件呢也是比较适合秋冬穿。这件呢是 W Concept 的网站送给我的，我还没有穿过，但是这个颜色呢我也很喜欢。而且它这件的毛领呢是同色系的这样一个棕色的毛领，摸起来也很舒服。那我觉得这件的搭配呢同样也是搭配简单一些内搭，可以搭配白色或者深色的高领毛衣，然后加上牛仔裤就会很好看。下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件拼色的大衣呢是这一件，它的拼色也特别的好看。这件呢是来自一个华人设计师在三藩创立的品牌。那这件大衣呢我在网站上就一眼就看中了，我觉得它的拼色真的好好看。前面看起来呢也是一个这种简简单单的驼色大衣，亮点都在背后，是一个这种浅驼色和一个雾霾蓝的一个拼接。然后它这个大衣的这个背后的带子，你看起来它是黑色的，其实它是墨绿色，这三种颜色组合起来非常的和谐。它背后这个设计呢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拼色，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这种双层的一个设计，就是你走动的时候衣服的下摆可能会被风吹起来一点，就会露出这个很好看的雾霾蓝的这种细节。那这种细节呢我觉得很好看，同时又很巧妙。材质呢是80%的羊毛跟20%的羊绒，然后相对前面那两件拼色大衣呢，我觉得它的保暖性能会更好一些，而且它摸起来呢也非常柔软，所以它的价格呢也会稍微比较高一些。那这件大衣呢它的长度就比较长了，到小腿肚还要往下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建议1.68米以上的女生去尝试这件大衣。这件大衣呢算是我今年最喜欢的大衣之一，如果大家很喜欢的话，我之后还会再给大家展示不一样的搭配。那这件白色的廓形大衣呢，我之前已经穿过了两次了，我非常喜欢。首先从颜色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就是那种很干净很纯正的白色，其实更偏米白色一点，所以这种颜色呢穿上身会显得很温柔，但是又不会非常的显黑。然后其次是它这个面料，它是87%的羊毛跟11%的羊驼毛，所以可以看得到它这个衣服上是有一些那种毛茸茸的质感的。再说回来它这个版型，这件衣服是男女同款的，比较厚而且也很沉，它的肩呢会非常的宽。我的这件是 S 号，但是我穿上都是肩会显得有一些宽，它这个长度呢也是蛮长的到小腿，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呢可能比较适合肩稍微宽一些个子高一些的女生尝试。我之前给它搭配了蓝色的衬衫和格纹裙，看起来会比较温柔一些。另外呢，我觉得给里面搭配一些比较亮色的毛衣也会很好看。
那 oversize 类型的大衣跟大家说完了之后，下面就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浴袍型的大衣。那顾名思义，就是它这个大衣呢看起来很像浴袍。那这种大衣呢，它就是比较宽松一些，前面没有扣子，腰间有一根腰带，你可以系起来，看起来非常的像浴袍。这种大衣呢，它就是穿上去看起来非常的慵懒，非常的随性。而且我个人是觉得什么样的身高的人都是能穿，如果个子稍微低一些可以选择短款的。然后我觉得这种大衣它的搭配性也很好，你可以搭配裙子，也可以搭配裤子，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不同的长短。那我的这件大衣呢，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优衣库U系列，然后它是50%羊毛，然后50%的涤纶，所以摸上去呢并不能说是特别的柔软，但是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是一个橄榄绿色，比较显白也显气质。这件大衣我买的是 S 码，然后它的长度呢我觉得也是刚刚就在膝盖下面一点点。我这次呢给它搭配的是一个这种条纹的毛衣和一个卡其色的裤子。那这条卡其色的裤子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很棒的细节在里面，它是自带一个这种高腰的黑色腰封的，看起来腿部呢会被拉长了很多，身材比例会非常的好。这件大衣虽然它不挑身高，但是我觉得如果上半身比较丰满的同学也不是很适合这件大衣，它会显得你上半身很臃肿，反而就是那种梨形的同学，就是上身比较瘦下身比较胖的，可以用这种大衣，然后刚好就把下身的肉遮住，然后上半身的感觉呢又比较纤细一些，所以看起来就会很好看。那刚刚那种浴袍型的大衣，如果把它上半身呢做的稍微修身一些，然后长度再加长一些，就变成了那种风衣型的大衣，就是这种。与其说它是大衣，不如说它是风衣。这件格纹风衣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它的细节也很多。首先它这个格子，一个这种红色绿色的这种格纹的拼接非常的复古，另外就是它这个腰带是两面的，一面是这种格纹设计，另外一面呢是这种棕色的麂皮。如果你用棕色麂皮这一面搭配的话，就是它这个腰带呢也会成为全身造型的一个亮点。再说回来它这个尺码跟版型，它这个尺码呢是均码，觉得很适合我的身材，就是它的肩宽包括它的长度都很完美。我去纽约带的这件衣服，然后搭配了两个造型，我都觉得很好看。那第一套呢是里面就是全身的一个牛仔的搭配，再戴一个豹头帽，看起来非常的帅气。如果你给里面搭配那种同色系的高领毛衣，像我搭配了一个酒红色的高领毛衣，跟它这个格纹上的酒红色稍微有一点点呼应，颜色上很浓郁很秋冬。那这件大衣我真的非常的喜欢，但是我觉得很多入冬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穿了，但是呢来年的春天或者是之后的秋天也是可以穿，因为我觉得它绝对是一个经典款，不会过时的一件大衣的样子。除了格纹之外呢，风衣型的大衣我们还可以选择就是这种驼色。我觉得驼色大衣基本上是秋冬最百搭最经典最不会过时的一个单品了，而且我觉得这种大衣呢它也并不是很挑人，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你秋冬的话要投资一件大衣的话，首选就可以选择这种驼色的大衣。那我的这一件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驼色，然后它的材质呢一个90%的羊毛，然后前面呢也是有两个很简洁大方的大口袋，然后没有扣子，然后有一条这样的一个腰带。这种驼色大衣它真的是太好搭配了，你里面不管穿什么好像都成立，你可以穿的很简单，比如说一件 T 或者一件衬衣加牛仔裤，然后你也可以给里面穿比较运动休闲的，比如说卫衣之类的也 OK。 里面如果搭配连衣裙什么的，看起来又很优雅很高贵。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直筒型的大衣。那直筒型的大衣呢，它其实就是把西装的剪裁运用到大衣上，就把它延长一些，看起来呢就是比较挺阔比较有精神一些。这种大衣呢它就是既不宽松又没有收腰的设计，就是这种很简单的直筒的设计，相对裙子来说更适合搭配裤装，看起来比较中性比较帅气一些。颜色的选择上也会很多，比如说军绿色黑色
灰色、驼色什么的都会很好看，然后也算是一个很经典的版型，我觉得也是一件谁都可以穿得很好看的一个版型。我要跟大家介绍第一件呢，它是一个这种深灰色的一个直筒型的大衣，它依然是来自于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在三藩的华人设计师的品牌。那这件大衣呢也是他送给我的，我非常的喜欢的，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直筒型大衣，那颜色呢是一个深灰色，那也相比浅灰色来说呢，我觉得会显得人的肤色会比较好看。越简单的大衣它越考验这个大衣的剪裁和面料，它的材质呢也是80%的羊毛和20%的羊绒，所以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保暖性也很好。它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个麦穗的细节看起来很有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环把这个大衣扣起来，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环的话，其实你也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把它给卸掉。哇啦，那这种大衣呢它搭配牛仔裤或者靴子就会很帅气了，所以这件大衣呢我也是非常的喜欢。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件直筒型大衣呢，就是这个一件驼色的这样一个直筒型大衣，然后前面有两个扣子和这种翻盖的口袋。这件大衣呢我觉得它性价比非常的高，它原价是$149，然后我在店里打折下来买是$129，但是它的材质呢是90%的羊毛和10%的羊绒，材质上呢也非常的棒，但是只需要$129，我当时就觉得性价比很高，当然它是来自优衣库的。然后它这件大衣的版型呢，其实相对刚刚那一件来说比较短，刚刚好到我膝盖，所以我觉得这件大衣呢也会很适合身材娇小一些的同学。那这件呢我觉得相比前面那件来说少了一些帅气，但是多了一些复古的感觉，也是很好看，很推荐给大家。下面呢我想跟大家介绍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大衣版型，就是这种修身的收腰的大衣。然后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件，今年我最喜欢的一件大衣，它是一个修身然后下摆稍微有一些宽的大衣，然后中间呢有一个这种很宽的这个腰封的设计。这种大衣穿上去呢真的显得整个人的气场和精神非常的好，同时又很显身材，因为它是一个修身的设计，而且包括这个腰封会让你的身材比例看起来非常的好。那我这件大衣的颜色呢是一个这种很显白的酒红色，我太喜欢了，就是看起来很女人味，又有一些节日的气氛。另外呢这种大衣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你不用考虑里面要怎么搭配，基本上这种大衣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加厚版的大衣连衣裙一样，露出来的只有你脚踝跟鞋子的部分。那我觉得这种大衣呢可能会比较适合个子稍微高一些的女孩穿，或者是如果个子稍微低一些的话一定要注意选择它的这个长短。那这件大衣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录视频之前查了一下它好像已经卖完了，只有就是同款黑色的，那我也会给大家找一些类似款然后po在信息栏里面。最后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大衣类型就是这种茧型的大衣。那不同于 oversize 型的大衣，它这种茧型的大衣呢往往是中间稍微宽一点，然后下面呢又稍微收了一点点，看起来就像一个茧一样。然后大衣呢是这件一件浅灰色的一个茧型的大衣，它的价格是$225，然后是60%的羊毛的。这个面料呢其实算是比较厚实的，然后颜色呢是这种很温柔的浅灰色，搭配这种木质的扣子。这件呢我选的是4码，没有特别的 oversize， 然后它的长度呢是到膝盖上方，就是显得小腿会比较长。我觉得这种茧型大衣呢就是不能选太宽松的，不然看起来会很臃肿。那今天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完了，其实我本来想分享10件，后来我数了数发现跟大家分享了11件。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件，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那我们下期见，拜拜。